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恐惧魔王的身上。这显然是 Deca 的无奈之举。有死亡骑士在，其他单位是很难被杀死的，更别说是一个英雄了。Ghost Dog 现在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胜利的殿堂， Deca 即使有再完美的操作，也没有办法再挽回局面了。地狱火的时间消失了， Deca 并没有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。Ghost Dog 把目标锁定到狼骑身上， Deca 的最后一个非英雄单位也被死亡缠绕杀死了。牛头人酋长虽然身负重伤，生命垂危，但是仍然追着死亡骑士砍杀。牛头也倒下了，不过重生的冷却时间到了，牛头人酋长将再一次重生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牛头又一次站了起来。好的，恐惧魔王再次释放六级魔法地狱火。面对安德强大的英雄，七级的牛头死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。可以看出来，莱卡真的输得很不甘心。奄奄一息的牛头人酋长还在追着死亡骑士。一个死亡缠绕结束了莱卡最后的挣扎，莱卡打出了GG。精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纵观整场比赛， Ghost Dog 无论是对战斗时机的把握，还是对战场的操作，以及最后英雄战斗，都发挥了极高的水平。在近乎完美的兽王 Deca 面前寻找到了细微的破绽，最后取得了胜利，从而为广大的不死玩家在对抗兽人的时候建立了信心。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稻草芭比。못 이긴 척